闯一闯，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。云啊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，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，风啊轻轻吹过来，梦想翅膀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喜欢美的事物，不是，我想去看呢。好，好了，去吧，流星雨，出发！开心超人变身，发型超人变身。我们是去看流星雨，不是去打怪兽啊。星雨好漂亮啊。哎，大家不要这样嘛，这可是历年流星雨经过的纪录片，我在网上找了很久的，网络很强大吧。我想去郊外现场看流星雨。去郊外蚊子又多又没有沙发坐。但是流星雨飞过时候可以许愿呢。许愿那还不容易，我们回放几次。想许多少个愿都行。花心超人和粗心超人去哪里了？啊，流星！我希望我一直都这么帅，直到世界末日。啊。这是一颗善解人意的流星，花心超人，你的愿望真的实现了。我知道，我会一直这么帅的。不是啊，是你说世界末日那部分呢。啊，流星真的来了！哎呀！现场报道，刚才的流星陨石砸中郊外一队看流星雨的路人，本台提醒各位朋友要做好安全措施。慎防被砸。还是电脑看世界吧，继续上网。桃子姐姐的邮件。你喜欢桃子吗？你想和桃子共进午餐吗？桃子姐姐约我。如果愿意，相约这个星期天中午断网。好，这个星期天中午断网。断网？不是，是我们的电脑断网了。不是吧，在哪里约会还没说呢。是谁断了我的网？有怪兽，花心超人变身。等等，那是博士。啊，妨碍我断网的真凶给我找出来。放心吧博士，我们会把他找出来的。花心超人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网线上有可疑的指纹，
据我专业分析，这一定是断网凶手故意留下的证据，我得小心地提取。不用小心提取，这都是我的手艺，我多的是给。哎呦！找到真凶了！怪兽，哪里走？谁在骂我？将军，他们没有骂你，哦，只是说你是宇宙坏蛋、丑陋的外星人而已。那不一样吗？一定要把这些没教养的新星球人给我消灭掉！花心自立。冷静点儿，它只是一条小虫子。对，我最恨的就是网虫了。菜虫那么有前途的职业不做，偏偏做网虫。你知不知道网络意味着什么？生命啊，网线就是生命线呐。对，太对了。现代是网络时代，法律需要网络，医院需要网络，战争需要网络。拯救世界就靠网络了，人类和平就全靠网络了，你说是吧，翟博士？我倒没想这么多，我只是想知道桃子姐姐的邮件约我到什么地方见面呢？哎呦，父亲，原来网络对星星球人是这么重要啊！只要把网线弄断就……好好主意，那弄断后又怎样呢？怎么星星熊人在断网后更疯狂了？啊！还我幸福！哪个瘦身高啊？我天天我能不瘦吗？啊，是谁？刚才谁把网线剪了？你别过来啊！我可是很厉害的外星人的。谢谢你们剪断网线，是他们剪了你的网线，还谢他们。从你瞒我回来那天起，我就一直没有休息过。幸亏他们把网线剪了，好让我休息。我每天工作24小时，害得我都没有时间交女朋友。我也没有女朋友啊。是吗？你没有女朋友关我什么事？
我要放假，我要睡觉。我想再上网了，我要休息。好吧，你可以休息。不过，在休息前可否看看桃子姐姐的邮件？看约会地址。我要放假，放！我要放带薪假。带薪超人，救命呀！其实我觉得他讲的也挺有道理的。对，真的上网太多了。放假了，我终于放假了。放假是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放屁的。博士，您受伤了，好好休养一下。博士，谢谢你，我为你再工作一次。约会地点就在桃子公园，见面信物是手持桃花。桃子姐姐，我来了。你喜欢桃子吗？我的网名叫桃子姐姐，真名叫桃子姐夫。专卖桃子的，5块钱一斤，很新鲜的。喂，你别晕呐，买不买啊？我们只需要比天还高。